米饭、小黄瓜、水煮蛋，旁边主要的副餐有红萝卜、马铃薯和以香菇、杏鲍菇取代的肉类。这是宝林咖啡馆其中一道料理——咖喱人当椰浆饭。不过，在宝林食物中毒案，卫福部最新公布的一例个案，就是吃了这道料理，疑似出现症状。但人当到底是什么？其实人当并不是咖喱，像我手上这一盘最前面的这个料理就是人当，它是由椰浆以及其他酱料来烹煮的肉类，完全没有咖喱成分。人当这道料理食材上会有肉类、蒜头、香茅、柠檬叶等等，最关键的还要加入椰浆。但是让人疑惑的，这例个案吃的和先前20多例都不同。看看同样出自宝林炒粿条和人当的食材，酱油、拌炒粿条、红喜菇和高丽菜，人当则是有杏鲍菇、香菇、马铃薯和红萝卜以及椰浆，几乎没有相同食材。但会不会是患者对椰子类制品过敏而导致不适症状，都还需要厘清。不能轻易的排除，但是我觉得他扮演的角色不见得是那么的明显跟清楚。牛肉的确在里面，他们煎煮的过程中是用到一些椰奶的有特殊的风味，目前没有什么证据说是有一个群聚性。不过专家也指出，和其他患者身上所验出的米酵菌酸和米并无直接关联，应该称为椰属菌酸。这个细菌呢，泡在我们的比较富含油酸的一些食物，那其实椰子啊、椰果啊、椰奶，同时搭配的所谓玉米、玉蜀黍，这跟米没有关系。这次案件的源头到底在哪还不晓得，但随着案件逐渐增加，势必也让专家学者有更多的依据能够比对，尽快厘清。TVBS 中央的钟荣轩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